这终于回家了啊！终于回家了，马上就到家了，高兴的一夜。俺在医院还10多天嘞，光要回去，你等人家医生说让你回去了哎，这节可是都回去了，这医院还别的慌。你看，你得到多少出来等我几天一夜？俺得俺那天都在这等我嘞。是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再想了那个医院别的慌。出来一趟看看没回来，出来一趟。对，来得等我娘，俺得等我娘那个尸体多以后才能搬出院嘞。出来一会儿，出来一会儿。你看人家不？那你把拐棍来，把拐棍给。走啊。啊？那不出拐棍能慢慢的走。来不叫了。得，他都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出来两三回？出不来。 我可终于回来了。啊！那出院得整个时间了，不给你待。哦。是啊。这腿有点崴劲似的。还得慢慢的，刚开始都得慢慢悠着我锻炼。咱下来吧。回来等了，我等个嫂子，我给你安排个师傅。 食谱我给你说整一个，咱一以后吃啥了，你揍我掉，是呗？我不能有大的，挺难的。我给你制作个食谱，咱们一天三顿饭叫你吃啥？对，家长分都占了咱一是吧？回来了，腿这个，现在去2块了，在医院里锻炼。你愿意去哪都可以，愿意坐哪坐。腿这个咱老这让我看一坐，你最好嘛。 一个一个人都推，这个也能推。哦。现在带。慢慢锻炼锻炼，越走是腿也有劲了。对，你这个了，你都得在院里推这个腿上，等我请教锻炼了。对，下坡的话你往上一坐，是吧？这个是领带，领带，脚跟。下坡的话推那个，我能推。啊。你不会都可以。对。我那天说下坡了，你别推。 在家里，你看在医院多，逼得慌。在家里，咱这眼睛看多远？出来这呼吸也挺厉害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在家里，困得慌。所以说，你把身体养好点。哎。在家里，你锻炼锻炼。对了，每天你的任务就是。 在医院里锻炼你的腿，让腿全面。那还得锻炼，不能光躺着坐。对。你挣也不怎么，我他妈站着多也不行。对。那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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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
锻炼了，你好好在旁边看就，因为俺是去地干活了，俺不在家。那天就你一整整哈，在家一整整陪着他锻炼，这都是你一路给的。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，这都锻炼，锻炼体质上。对，嗯，能上岁数还是自己，就是注意点自己。对，就是自己。有啥事找体检说，就锻炼。嗯，有事找自己体检说。上午你吃啥饭？吃啥饭？叫请你走。你先开吧。你们都在你头。都在你头。小哥开呀。我来。哈哈哈哈哈。是不是长烂不见了？啊，是长烂。这个。走呗。啊，你们洗了，赶紧走。你喝水呗，喝水呗。都在楼下，在哪里？喝点水吧。喝点水。那去喝水。